第八次去酋长岩，听说前天有那个雏鸟掉下来，今天可以希望可以拍到雏鸟探头吧。酋长岩，现在是对准的是巢穴。有看到，他要走回去了。他走下去了。啊，走下去了，走下去了。Go。准备走，漂亮，沙滩。他现在脚上有东西啊，好像有东西。哦，所以是公鸟回来。他没拔毛就丢进去了，应该想要让他自己拔。我觉得他是应该叫他的，在叫他的小朋友拔毛吃饭。哎呀！准备，准备，准备。但有一次飞过来，然后在这边处理毛，再拔毛。就三臂那里啊。有。这次应该站不久吧。理论上这位置站不久。啊，好狂！
备。现在缺点是还没有拍到雏鸟。哎，雏鸟那边有的东西呢，看一下。哎，两只雏鸟探头，哎，两只雏鸟，对，两只雏鸟在探头，白白的那个，看你不要收工回家了。我看草地上这边有点白，草丘这边有白白的在动。哇，看到了。30分之1秒 ，ISO 8000 4K30 F8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要大便啊！今天的目标达成，要拍雏鸟探头，两只雏鸟漂亮。好，收工回家。看到两只很可爱的雏鸟，对对对，探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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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怕左边那只不理我，太酷了。嗯，哦，好可爱的雏鸟。嗯，来来来，公鸟带回来食物了，要不要吃鸡蛋？嗯，要不要吃鸡蛋？要不要吃鸡蛋？哦，雏鸟在吃小黑雉，要先拔毛。对，拔毛。嗯。下面也在订阅我们上6点都是顺便拉下。